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啊，我们先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发大誓愿第六。我们翻到227页。我们今天从第40愿看起。我们先念一下经文：我作佛时，佛中无量寿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400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这一段呢，是事实无量寿数愿。我们从这一愿来看，大概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的众生，对于树木花草，都有喜爱之心，应该其他国度都像我们一样，比方，我前一阵子在马来西亚马六甲。住的地方附近呢，有植物园，带一些孩子、小朋友，一到植物园呢，你看孩子笑得特别灿烂，好像回到大自然的怀抱，而大自然当中最主要的角色就是这些树了，包含他们就在那捡叶子，哇，这叶子很大他们就很高兴。现在的孩子笑容少我看因为太少接触大自然，这种无形当中，这种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都会感染到我们。我记得曾经在农场里面待过一段时间那有一个同修，他到这个菜圃里面就基本上都是。绿意盎然的他一推开来，就感觉好像才经过一天，那个小黄瓜长得都看得见。他脱口出一句话：“哎呀，真是疗愈这是现代词了。”现在人可能或多或少心里都有一些烦恼看到这些很有生命力的绿色植物感觉对他的这个心情都有疗愈的作用当然，我们现在看到大树都要跟无量寿经的
京剧啊结合啊，看到大树就要想到啊，如你居树啊，复应大故。哎，这一品经啊，很精彩啊。而这一品经呢，都是在接触大自然当中啊，启发人的善根。这个也是六尘说法。哎，看其志宏深，譬如巨海。啊，大家念《无量寿经》这一品啊，以后再看大海一不一样？啊，以后看到大海要想到48愿啊，其志宏深，这个志愿广大啊，菩提高广啊，欲若须弥，哎，须弥山很高大啊，哎，愿你要大啊，哎，觉悟啊要广大，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好的，现在看到日月，就要赶快让自己自信的光明啊，要透出来。那这个不是从外来的哦，这是我们本自具足的啊，般若智慧。哎，只要我们烦恼轻了，智慧就会长，啊，就会慢慢透出来了，啊，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当然，也不是看到雪山才提醒自己啊，心要清净啊，应该以后看到白色的啊，哎，就有这个提醒了，啊，看到水也是啊，哦，你看六尘都在给我们说法，啊，你用觉性去面对人事物啊。人事物都在给我们说法，都在成就我们的道业哦。哦，所以这一品是啊，无量寿数愿。所以要复印大故啊。啊，那我们这一生不能白白来这个世间哦。啊，老和尚说不能白白来世间走一遭啊，总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啊。用中华文化的话，就是文天祥先生的那一句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啊，能不能庇应到自己的家庭家族？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啊，你在单位当中，能不能带出真正的栋梁人才？啊，比方说在道场当中，啊，我们真正培养出鸿鹄人才，哦，那可以把老和尚的法进一步再发扬光大。那承德是相信师长老人家一代十教啊，啊，对当前跟后世众生的重要性，这个世界的问题不少，可是老人家有智慧，都开出救世的良方，啊，最近刚好有机会见了不少企业家。哎，他们都在自己的企业啊，落实传统文化啊，我们看得很欢喜啊，也很赞叹。我还跟他们聊起了啊，21年前的一件事啊，当时候人在海口，看到报纸上啊，报早报呢，21年前啊，深圳。有一个企业
招管理人才，年薪20万人民币啊，21年前不少了啊，20万人民币在海口可以买房子了啊，条件呢，会背《弟子规》。结果，这个招聘广告一出来啊，深圳很多书局啊，有很多百姓来问了，哎，你们这个书局有卖一本书叫《弟子规》啊？这个是百姓没听过啊，书局的老板啊，那深圳也算是。发展得很好的一个大都市了哈，那一下子，不少人都在关注这一部书了，因为为人家长的，为了孩子的当前跟未来考虑，考虑他未来出社会的发展啊，考虑他以后组家庭啊，所以当父母。很不容易啊，这为儿女操碎了心啊，但是假如以佛法来看呢，还是要悲智双运不要操碎了，用智慧来考虑啊，我们现在当父母也要把悲智双运展现给孩子看哦。他有你的身教啊，他以后也要用理智、用智慧啊，来面对他的人生。我们下一代人生的考验呢，大家想一想，比我们少还是多啊？比我们多，可能更复杂哦。所以。这个处世的智慧啊，什么时候传授给他们？忍辱的功夫，什么时候表演给他们看呢？你夫妻还常吵嘴了，那这个忍辱传不了了。现在可不是100年前的农业社会了。你看佛法。它是因无所住啊，你不能住在以前的社会的一个形态上面的，得要现代化，得要本土化，要应机说法，大家有没有观察？老和尚讲经讲了60多年了。3、4、4年前讲的，跟现在讲的差异在哪？3、40年呢，引经据典很多啊，佛经，可能这个每一段话里面呢，都有引佛的经典。哎，可是到现在的大众了，可能你引太多文言文了，他头发胀了。所以老和尚，你看晚年所讲的经啊，讲得很细，讲得很浅白。哎，浅白不好讲哦，深入才能什么？浅出哦。所以老和尚表演的随众生心因所知量，他是应众生的机。你看《无量寿经》啊，1994年29集讲完《无量寿经》了。那老和尚85岁以后，《无量寿经》讲了多久？1200个小时，600集呀！你不讲到。
哎，这一句金句怎么用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大众听了之后不会用了，哎，解形它不相应，它就不得受用。而且解形一不相应啊，会偏，啊，会学偏掉了。亦可以服判，那个判是偏的意思，心就会开始偏了。啊，当然我们啊，在讲课当中啊，能够让大众感觉到解形相应啊，那首先我们自己也要解形相应，才有办法这么开解出来。而且讲出来呢，也比较能摄受人心的。啊，《弟子规》上说了，不力行，但学文呢、啊，这个就是有解，没有行了、啊，这个解行就有失衡了。哎，心偏了什么？长浮华，成何人？啊，但力行不学文，会任己见昧理真。好，那我们也有见到，啊，在道场护法的同修，他说：“我不用听了，我以前听很多了。”哎，我们感受感受啊。常常听经的人啊，把那些经教听进去了，他会觉得不用再听了吗？他会越听越重视听经，因为他得受用了。他真正感觉到啊，不听经啊，我的正念保持不了了。哎，为什么会听到？啊，我以前听很多了，现在不用听了。哎，这些关键点在哪？哎，可能是知识性的一种学习状态。啊，他就觉得，哎，那些名词术语啊，我都听过了。啊。不用再听了，哎，可是这无形当中听很多，他的慢性就起来了。哦，再来，哎，他真正去做事的时候，是不是依照经教在做？假如没有啊，那是但力行不学文，所以这个不学不是说。你没学过，你学过了不得受用，你又觉得不用学了，这样的情况啊，做事的时候还是随着自己没学佛以前的那些习惯在处事做人。啊，包含我们自己讲学了，解行假如不相应啊，那我们在台上是一个状态。台下是另外一个状态，那台上就变成表演了，那这个讲台变成演员发挥了，啊，台上很沉稳，讲话很慢，台下语速很快，很浮躁，那是在台上啊，他得刻意。保持一种状态，明眼人看，一看就看出来，那是有作意的，不是侃侃而谈、娓娓道来的。大家观察老和尚讲经，那很自然，自然中自然相啊。
我22年前，刚好到道场学习啊，也见到一些在台上讲学的，刻意要学老和尚的表情、语速。哦，那我们听起来就觉得有点怪。也不知道怪到哪因为当初还没有很多人生的阅历就觉得怪，讲不出来。后来呢，这个讲课的人下了台底下的人又说：“哇，你好像老和尚哦！”他又更高兴了。一个30岁的人呢，讲话的语速跟老和尚一样。表情也好像老和尚一样，那着相了，着在相上了。这个佛法是要离相啊，结果我们这个执着了，换对象了，进了佛法更执着了，老和尚最常讲的。让我们放下贪，不是贪换对象，贪法了，或者贪名了，那便换对象了，甚至贪依教奉行，哎呦，依教奉行还有错贪向上依教奉行，刚好早上有个同修。问到了，气血很虚弱要不要继续持八关斋戒？当然，这个人道心很坚固那他可能他的愿力可以突破那你除了考虑自己以外你身边的亲人。要不要考虑？你在那里，我一定要吃八关斋戒，然后旁边的人担心的不得了。那可能我们还没学佛以前那种执着劲用到哪里来了？用到要吃八关斋戒来了。但是我们没有关照自己的心念很深看不到这个状态八关斋戒最重要的精神呢，放下世间的欲求，你的心才能清净持戒的目的就是得定，定是清净心所以过中不食，针对我们吃的欲望的调伏。包含不要睡高广大床，就是你太重视享受了，你就在世间流连忘返了。不要听一些伎乐那些歌舞那些都是玩乐的东西嘛。所以持八关斋戒的精神，在放下世间的这些欲求，你是。娑婆有一爱之不清临终被此爱所牵所以连持戒都不能是一种执着你要礼敬诸佛你的身体是不是诸佛？你身边的亲人是不是诸佛？你要不要考虑到他们的感受？所以佛法的功夫是要心地要放下执着，要在心地中放功，下功夫，不能着在这些相上，觉得这样是精进。
啊，从自己心源隐微处啊，要看得深入，不然有时候学了佛啊，家里人很难跟我们沟通。啊，那我们这个跟普贤行都不相应啊。普贤行是可以恒顺众生。啊，你家里人担心你吃八关斋戒，身体受损呢、啊。你干嘛执着？一定要，你不一句佛号念到底，也不输给八关斋戒的功德吧？哦，所以这个不是执着换对象。都不要出现执着点了，要学老和尚的表情动作啊，那个都是执着点。出现了，一直成病了。要见性不能着相。哎，我们跟老和尚学，见老和尚每一句话的真诚慈悲，效法这个，不是学他表情动作。要着相好容易哦。一不谨慎呢、啊，我们就在人事物当中出现执着点了。啊，所以修行的警觉性啊，要很高。啊，这个刚刚见到一个小朋友，啊，把他的包包拿过来，给我拿了一堆点心。啊，我这个时候能跟这个孩子说，这个有防腐剂呀、啊。那你看他一片赤诚心就被我给熄灭掉了。你要见那个性，孩子可能还不懂那么多啊，可是他的心你有没有感觉到？你一着相，你就感觉不到对方的心了。哦，所以我记得我以前看过这佛典故事啊，啊，这都拍得很好啊，一些故事印象深刻啊。你看优婆离尊者啊，那个动漫啊，他是最低的啊，印度有四个种族的这个啊阶级呀，他最低的可是他最后是。持戒第一的，哦，然后那些王族出家了，出家比他晚啊，啊，要礼拜这些先出家的人，哇，他们我怎么可以礼拜这个这么低贱地位的人呢？哇，气得要死，啊，佛抓住这个机会点了，不是他让你生气的。是你心中那个傲慢心是优婆离让你看到你自己的傲慢心了。哦，那这个出家人也难得啊，这个哇，皇族出家的人难得，哎，佛这么一点了，他明白了，哎，哭着给优婆离尊者顶礼了，感谢他了。哦，所以啊。你最气哪个人呢、啊？你转个念头啊，你要感恩他，他让我发现了我内心还有这么重的脾气呀、啊。真正要解脱啊，功夫都是下在内心的放下。看破是明理啊。放下才是功夫啊！啊，我们假如修行了，哎呀，我很不想见到他，这个都是分别执着啊，不是离境界，是离妄想分别执着，这叫会修行啊！哎，我要离开这个人，离开这个境界，都是着了相啊。
除了相呢，怎么提升自己的境界？啊，你能迎难而上，越挫越勇，不挑境界，还越来越感恩这些给你考试的人。这个忍辱的波罗蜜就提升上来了。啊，还会跟任何人对立起来啊，那我们忍辱功夫啊，还差得远。啊，比方说我们很生气，啊，来一个人，岂有此理，脾气那么大。其实说实在的，我们的习气跟他的习气杠起来了。哦，他可能是我们的一面镜子，一个巴掌拍不响，是吧？你真的脾气好，他脾气再大，你跟他也不起冲突啊。啊，当我们气得要死，在骂对方的时候，其实我们犯的错可能跟他差不多。哦，所以古人提醒了，啊，需克克检点自家病痛，病痛就是毛病习气，盖所恶于人许多病痛处啊，真知反己啊，真的知道反省自己了，色色有之，色色就是每一样都有，或多或少自己都有。所以啊，转念烦恼就不变菩提了。比方说，我特别讨厌这个人，哪一点？你真正静下心来啊，自己或多或少也有。那你那么讨厌呢？你一转，我也有啊。你终身难忘，你肯下这个功夫了，因为那是你最讨厌的。哦，这佛法是内学哈，要把它转过来。哦，那刚刚讲到这个优婆离尊者的故事哈，啊，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啊，佛要去托钵，哎，遇到一群小朋友啊，哇，那小朋友看到佛陀，生大欢喜了，他们刚好在玩沙子，啊，马上把沙子捧起来。去供养佛陀啊，倒在佛的钵里面呢。啊，旁边阿难尊者呢，本来要骂人了，啊，佛给他看一下示意啊，哎，小朋友供养的欢欢喜喜完了，佛陀说：“哎呀，得到好东西了，啊，涂在我的墙上。啊，当然我不能这个以凡测圣啊。”啊，这个佛到底涂在墙上有什么意思啊？啊，当然，涂了很珍惜小朋友的供养啊。哦，哎，再来啊，比方说，这个小朋友供养，放在呢我每天看得到的地方，那也是鞭策我啊。哎呀，不要忘了。小朋友的这一份心呢，啊，我智慧这么浅薄啊，以后要护念他们很难了，哎，赶紧用功，赶紧用功了。哦，哦，所以佛都是随时看到人的真心，没有着在这个沙子的相，也没有着在我要吃饭的相啊。哦，所以。我们要去极乐世界，那是普贤菩萨的法界呀！啊，我们赶快要把频道接上去啊，那就拿到极乐世界的护照了，叫身则决定身呐，接上去了。而普贤行里面最重要的是见人家的本性，不着在外相，
这样才能礼敬诸佛。你都把一切人当佛了，你才能广修供养。啊，你还有讨厌的人，怎么修广修供养啊？哦，好像还有一个公案，啊，那个狗啊，看到观音菩萨很高兴了，马上啊用米田供养观世音菩萨，啊，他马上就舍报了，啊，这个畜生身就舍报了，呵呵，为什么？狗改不了吃屎啊，呵呵，哦。那是他最喜欢的东西了，哎，好，哦，那这个啊，我们讲到这个无量寿数愿啊，想到这个六尘呢，都在说法。真实功德啊，第31品，那都是用这些大自然在比喻啊。那我们学了这品经之后啊，你用悟性来接触一切人事物啊，这人事物都在跟自己说法，甚至于你自己的名字啊，都在说法。啊，今天早上啊，有个同学。啊，说他啊，一个晚辈名字叫穷宇那穷尽宇宙了啊，说这个孩子的父亲担心啊，这个名字行不行啊？啊，我说他身体还好吧？他 身体还好啊。那挺好啊，扛得住啊，其实哪扛不住啊，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啊，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嘛，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啊。我说你给这个孩子说这个穷语啊，就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六字统摄万法，这一句佛号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光就是无量的空间，无量寿就是无量的时间，整个无量的时空交错就是整个宇宙了。哦，所以叫你穷宇啊，就是这一句万德洪名，就是什么？就是阿弥陀佛那个愿，一切皆成佛，叫穷语。啊，你用这个名字啊，跟阿弥陀佛的愿结合在一起。哦，那以后每个人叫他的名字，他就我要效法阿弥陀佛了。哎，那我还另外一个同修。哎，我女儿啊，说我给她取名字叫如意啊，她不是很欢喜。当然哦，你可以问问孩子啊，为什么不欢喜嘛？哦，我说可能是因为啊，这个名字可能太通俗了。我说你可以跟女儿讲啊，你看你每一次啊。讲自己的名字啊，就是给对方祝福啊，每一个人都想吉祥如意啊，你看他的名字就很有那个意义了，你跟孩子沟通，但也不要控制他，你跟他说，哦，你看你这个名字处处祝福人，你处处祝福人，你看爱出而爱返了。哎，最后有福报、有如意的，就是你了。但是假如你还是不喜欢了，那妈妈尊重你
你现在大了啊，你想改也没关系，啊，把好的观念给他引导，但是又不控制他。哎，你这一份柔软的心啊，孩子都能感觉到的。所以我们用觉性啊，应对每一个境缘，每个境缘都在给我们说法。所以我们是在一切境界当中增长善根。还是在一切境界当中生烦恼、着相啊，这个得要自己检查啊。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哎，我们有没有真实的受用？好，那师长老人家接着说了，此事啊。可以从弥陀本愿里啊去体会，他看了许多诸佛世界，看到大家都喜欢树木，啊，因为极乐世界啊是这个世间自在王如来，啊，阿弥陀佛的老师啊，把整个虚空法界的佛国度啊，现在他面前啊，然后他挑所有的优点啊，缺点都不要啊，非常科学的精神啊，实事求是。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啊，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做事是认真的哦，啊，不能学了佛之后。做事马马虎虎啊，打迷糊仗不行哦。这样世间的人很难理解啊，怎么学佛反而做事不认真呢？啊，所以藕益大师说，事事求实，就是要实事求是啊。哎，心心。择己，就反省自己，啊，责备自己啊，哎，这个是古圣先王的心法哦，所以我们假如是做领导的，这一句心法一定要受持，啊，万方有罪啊，罪在正功。你当父母的，哎，孩子没有带好，哎，是不是我有不足的地方？啊，我们从事教学，哎，学生有情况，不能一味只责备学生。啊，哎，我们是不是做之君亲师有不足，才不能摄受学生？啊，或者做。单位的领导，哎，流动率那么多了，这我有责任了。哎，道场不能流动率多，因为大家为什么来？来求道的，他们离开了，很可能对传统文化跟佛法，因我们。跟我们的团队啊产生反感，我们不忘我们啊来从事传统文化的初心，但是也要实事求是的检讨走过来的路。哦，所以老和尚说了，我最佩服老祖宗的8个字。啊、哦，我感觉自己也善根很薄。老和尚用这些词，最佩服这些词还能忽略吗？
但是我常常忽略啊。啊，我记得那个十年因缘啊，老和尚叙述跟李炳南老师学习十年因缘，里面有一句话，我听了可能一二十次了，我才注意到它。善知识对我们最大的帮助，可是这句话能忽略吗？结果我忽略了，幸好有听这么多遍啦。对我们最大的帮助，帮助我们放下忧虑牵挂，分别执着。哦，所以我们只要听老和尚讲经，听了一段开始担心事了把老和尚的意思误解了哦。老和尚是来帮我们放下忧虑牵挂的哦，哎，会理解错所以自己这个沉静心要更强，才感觉到老和尚每一句话都很重要老和尚轻轻的讲我们要重重的听。哦，都是老人家真心的流露啊。那老和尚说了，最佩服孔老夫子八个字：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弘法为什么会偏？没有记住老和尚这么慈悲的提醒。哦，哎，处事老和尚说最佩服老祖宗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我们能受持这八个字不跟人、不跟事对立的，跟人跟事对立，很容易动情绪的。好，哦，所以极乐世界很科学都是。看了佛国度了，把优点都纳进来，缺点都不要。哦，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树木花草，比起其他世界显得格外庄严。那阿弥陀佛说到了，我作佛时，佛中无量寿数，高或百千由旬。这是讲树的高度。由旬呢是长度的单位。古印度的由旬呢有三种讲法，在古德著书里头一大由旬和中国80里，中由旬60里，小由旬40里。一小由旬呢？就不得了40里了，大游巡80里还得了？现在的飞机还不可能飞这样的高度，而树有多高呢？百千游巡，百游巡，千游巡，恐怕从我们地球到月亮还不止极乐世界的树这么大哦。所以极乐世界的大树，要是拿一棵来可以从地球架一座桥到月亮。哦，这不可思议啊！从这个地方我们能体会西方极乐世界土地面积大到不可思议，它是很大很特殊的星球，绝对不是像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星球或许有人要问呢，这么高的树未免太大了实在讲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人身高大比例中这么高的树不算太大跟我们这个世界的人。
看到几千年的神木啊，差不多。好，那阿弥陀佛的身像有多大呢？经上不是有讲到吗？白毫宛转五须弥，干木澄清四大海。哎，诸位同学啊，我们好好修啊！哎，这样的身相我们很快就得到了啊！哎，啊，阿弥陀佛面孔上啊，眉间里有两根白毫卷在一起，像一个珠子一样。就有五座须弥山那么大了。啊，不晓得须弥山有多大？如果像喜马拉雅山呢？啊，那要是有啊，5倍喜马拉雅山那么大，好像五须弥嘛，那5座喜马拉雅山那么大，哦，那阿弥陀佛的面孔啊，比地球大得太多了。啊，我们这个世界的树啊，在西方极乐世界，哦，那连小草的高度啊都不够了。啊，人生大，若没有这么大的树啊，那就不成比例了啊。啊，我那西方极乐世界看起来就很怪了啊。哎，好，哦，所以阿弥陀佛身相这么大。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呢、啊，跟阿弥陀佛身相都一样。啊，你就能想象到啊，极乐世界有多大，啊，实在不可思议啊！啊，我们的小世界，啊，我们现在是在太阳系啊，太阳系是个小世界，你呢？最大的星球啊，就是太阳。啊，太阳比地球大130万倍。哇，太阳那么大哦，那比起西方极乐世界，那太阳也是差得太远。好，所以这些事实啊，现在科学家们相信。太阳在太空中啊，不是一个大星球，是个中小型的星球，比太阳大的星球啊，现在发现很多。啊，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星球啊，现在科学家还没发现。啊，距离我们太远了，科学家能力还没达到啊，有10万亿个薄国土。那一个佛国土啊，假设是一个银河系，这个啊，我们说3000大千世界啊，3000大千世界啊，应该是一个单位世界。这个小千世界呢，啊，是1000个单位世界，啊，中千世界呢，就是1000个小千世界，大千世界就是1000个中千世界，所以等于是3个1000呢，乘起来。请问大家是多少？好像是10亿了。哎，好，好，但是这个不要太挂碍啊。哦，那像。
我们说弥勒佛什么时候再来啊？这我用数学来算啊，这个忉利天寿命啊4000岁啊，但忉利天一天呢，人间400年了，这乘以360，再乘以4000呢，哦，这个是。才能来了，啊，是5亿7600万年，但是因为印度的亿呀，它有好几种算法，啊，有的亿是10万，有的亿是现在，我们的万叫亿，但这个也不知走啊。哦，所以这个一个佛国土假如是10亿个银河系啊，那现在科学家探测不到，距离太远虽然这么远呢，在一刹那之间呢，就可以到达一弹指就可以到达，是乃奇妙不可思议啊！其实啊，整个宇宙是自己的一念心变现的。所以一念变虚空法界有。所以我们真性切愿呢，10万亿尘去此不远了，心作心事啊。所以念佛人功夫成就，弥陀来接引他，不需要费很多时间呢，就到达。一弹指顷呢，从这个世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有时候遇到长辈说：“哎呀，我都不认路啊。”他讲这个话呢，有点烦恼了。我说啊，去极乐世界哦，阿弥陀佛带路，不认路没关系了啊。马上把他净土回归啊！不认识路啊，没关系。有些长辈说：“哎呀，我怎么什么都不会啊？”我说：“没关系，会念佛就好了。”你会念佛啊，成佛都有余啊！其他不会没有遗憾啊！往生之后，你什么都会了。其实有时候啊，我们会常常动这些烦恼念，这些烦恼念起来啊，都会影响自己的信心的。就会怀疑自己，怀疑是愚痴的核心哦。老和尚这段法语很精彩啊，所以我们要放下什么？放下这个最核心的习气啊！情执是贪的核心哦，傲慢是嗔的核心哦，怀疑是愚痴的核心哦。学了佛了，不能愚痴了，要有智慧，要觉了，不怀疑自己啊。不怀疑他人，所以我们提到了真正会修行是放下分别执着。看老和尚说了，我心目当中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不怀疑一切众生，见人家的本性不着相。老和尚。把他修行的心法讲出来，我们能听到啊，都是大福报的人。但是呢，我们有大福报，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福报。这样的法语啊，听一遍就要纳在心田了。
这叫习缘啊。哦，你看，听老和尚讲，离是离心的妄想分别执着，不是离境界，境界没有障碍。哇，你看这些法语多难听到啊，精辟呀、啊！念佛这个念字金心，心上真有佛，给他又把我们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叫才叫念佛的相破掉了，不然我们执着啊，我这样才叫念佛啊，结果你的另一半找你帮点忙，冤亲债主又来了，你帮他也是念佛吗？啊，你执着在念佛也是执着啊，所以佛法难学难在这儿啊，太容易出现执着，自己又没发现，还觉得自己对，谁讲都讲不通，如入无人之境啊，人家只能对我们阿弥陀佛，没有什么话好说的了。哦，所以啊，学佛的人更难带。比世间的人还难带，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我对呀、啊，我懂那么多佛法，更难带了。哦，所以我看这个带军队好带，啊，可能带我们出家人难带。哦，带修行人不简单了。其实说实在的，我们真的依教奉行好带呀、啊，没有自己的意识，随顺经典的意识，怎么会不好？不好带，不好相处，不会呀、啊。好哦，所以这个我们珍惜福报啊。善知识难遇啊，老和尚这些妙法，你听一句呀、啊，你的境界就上去了，你真把它落实了，一定提升境界。啊，别人错的也是对的，你不会跟人家对立起来了。我对的也是错的，不要起高下见。然后随时理解对方这个行为背后的因缘，而不是着在他的相上一直批判他。可恶之人必有可怜之处，都不能着相啊。啊、哦，所以诸位听了这个距离啊，不要以为太远，啊，实在讲，比你家里到此地道场近得多，哦，一弹指就到了。极乐世界也是自己的心所现的、啊，心作心事啊。啊，道场数高400万里。啊，道场就是阿弥陀佛说法的讲堂，讲堂周边的大树啊，比普通的树更高、更庄严，有400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啊，诸菩萨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啊，即使善根最劣啊，啊，像下下品往生，见思烦恼一品也没断，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对于这些树木的庄严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一点都不迷惑。啊，这在西方世界是小事一桩。哎，不要说别的，
我们这个地球上啊，到底树木有多少种啊？我们不知道。啊，如果我们院子里呀，栽了几棵树，那当然很清楚。你天天看它，啊，所以说善根劣者啊，也能清楚。啊，因为极乐世界是你家了吗？啊，很熟悉了，很明白状况了。当然往生呢，都得48愿加持的，都是阿惟越日菩萨的平等的。西方极乐世界的树很奇特啊，世尊在经上给我们介绍，这些树广博普照。啊，因为树呢也是七宝所成，这个树啊有一宝成就的，比方全部都是琉璃的，是有一宝，所以经树的根、干、枝叶、花果都是经的。有二宝所成，有三宝、三世宝所成，有无量宝所成。啊，这个七是代表无量的意思啊，不是一个数字，七也代表圆满。啊，有无量珍宝所成，树放光，也有香气。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称香光庄严的，所有一切物质啊都放光，人身体啊也放光，所以它不需要靠日月灯，它是光明世界，不要靠日月跟灯光啊。所以下一次我们把日光灯一按，哎呀，赶快去极乐世界，就不用那么麻烦了。所以我们遇到麻烦事啊，不要停留在麻烦的烦躁里面啊，都马上转成切愿，我要赶快去极乐世界了。吃饭的时候，哎呀，三餐要花不少时间吃饭，你看到极乐世界都不用吃饭了，就能更好的度众生了。光明世界啊，没有黑暗，大地都放光。这也就是世尊说的“光无不照，香无不熏”香光庄严，形色微妙，形状啊、颜色啊都非常微妙。不但如此啊，一切万物都能随众生心。满众生的愿呢，如众生之意。你怎么看美，他就现美的形状给你看。当然，树也不例外。我喜欢看树是直的，他喜欢看弯曲的。树可以随众生心，自然升起变化。你看八功德水你想到你的腰，它就到你的腰，到你的胸就到你的胸，你把你这个超过你的头顶了，把你淹在水底下也行。都随你的意了。自然升起变化。不仅如此啊，树还出法音，随人所好。你喜欢听什么音声，就能听到树上有音声。天月明空。
音乐不稀奇。啊，树海说法。啊，我们想听《无量寿经》啊，树就讲经说法。啊，你在树下听得清清楚楚的讲《无量寿经》。啊，你想听《华严经》？啊，你所听到的就是《华严经》。啊，法音能随众生心，这些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啊，西方世界众鸟也说法，啊，那些鸟也是阿弥陀佛变化所做的，啊，变的是有情众生为大家说法，树木是无情众生。也是阿弥陀佛变化所做的，世间的人看到树欢喜啊，看到鸟啊，来到我们到大自然里面，啊，那些鸟叫声呢，啊，就让人家心旷神怡呀，啊，你看阿弥陀佛考虑得很细致啊，我们在轮回当中呢，喜欢的东西啊。啊，他在极乐世界的环境都有，啊，由此可知啊，弥陀身是报身，啊，树呢也是报身树，也是应化树，啊，我们体会到这一层呢，就会联想到。原来整个极乐世界，无不是阿弥陀佛变化之土，也就是阿弥陀佛啊变化之身，啊，身土不二，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做啊，啊，所以对这一句话，于是才有啊。稍稍体会，啊，从前听到，哎，身土不二，啊，总是解不开，啊，不晓得什么是身土不二，啊，现在明了了，啊，一一庄严，都是阿弥陀佛啊，为了教化众生，善巧方便变化所作。真正的不可思议那众生见树闻香，听到法音呢，自然就开悟啊，自然就证果啊。《阿弥陀经》里面有一句提到啊，其中多有一生补处啊。其数甚多，一生补处是等觉菩萨，后补佛啊，多有一生补处啊，大家想一想啊，用这个多字啊，差不多是100%多少啊？啊，那应该超过50%了，不能称为多嘛，啊。那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于今才十劫呀、啊。哎，十劫也不是一开始就去了，啊、哦，那平均下来差不多5劫吧。哦，我们把数学用上哈、哦。你看，大部分假如是用了5劫，就可以修到等觉菩萨了。哇，那你看这个，为什么成就那么快？他一正庄严，都在说法，都在启发啊，极乐世界一切大众的善根呢、啊？哦，你看，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哦，我常常都自己在想啊，坐在阿弥陀佛的大讲堂里面啊。哎，右边一看，哎呦，普贤菩萨坐我右边。
啊，文殊菩萨坐我左边，我看我不敢打瞌睡啊，不好意思了。啊，你看这个诸上善人的那种气氛啊，你自自然然就精进了，啊，这个环境的力量，所以自然就开悟啊，自然就正果。啊，德风花雨妙香天悦，泉池林树宝网灵巧，色光生香遍满佛土。所以这样的树啊，他方世界找不到。这边高大的树林啊，我们游览在森林中啊，确实啊，就讲我们这边的。高大的树林，哎，我们到这些原始森林里面，哎，确实是悦目宜心呢，啊，分多精很多啊，啊，这个很舒服，但其他的利益就得不到了。但西方极乐世界这些宝树啊，能令我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西方极乐世界还有苦吗？啊，我们升到西方世界时啊，见思烦恼没断，啊，见思是执着啊，尘沙烦恼未断是分别，无明没有断尽，无明是起心动念啊，等觉菩萨还有一分身相无明啊，没有断尽。啊，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很快很容易啊，就把这些烦恼断尽了。啊，烦恼断尽，就能证得圆满的无上正等正觉。啊，哎，你仔细看看，确实在那里啊，成佛容易，啊，修行方便。十方诸佛世界，无能。无能为比了，所以84000法门的归宿啊，这华藏世界啊，结果华藏世界啊，都是法身大师啊，那普贤菩萨还劝请啊，华藏世界41位啊，这品位有41个阶位。啊，这个正德法身呢，都是十住了，啊，是初住位以上的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啊，41个阶位那我们想一想，那华藏世界这么殊胜的，为什么还要劝请大众往生极乐世界？假如极乐世界没有比较快，那不是多此一举？那普贤菩萨会让大家多此一举吗？哎，哦，所以十方诸佛世界无能为比。欲见诸佛净果庄严，悉于宝树间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好，那这一句经文呢，是。第41，速现佛刹愿。啊，下两句是总结啊，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啊，假如没有达到这样的这个依报的庄严，那我就不成佛。那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所以这一段愿文呢，尤其不可思议。啊，世尊在当年。为大家讲经说法的时候，啊，本经里啊也说过，佛用神力啊，把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啊，显现出来给与会的大众们看。那佛灭度以后啊，后世的弟子高僧大德们。
有这样能力的就不多。隋唐的时候啊，还有，宋以后啊，就很少了。这样不可思议的境界，现在科学发达。我们能体会到一点。啊，像我们在家里呀，打开电视机，距离我们非常遥远的地方发生的事，啊，现在是网络了，更快了啊。画面我们也都看得清清楚楚。好，那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些宝树啊，哎，就像电视机一样。啊，电视机所说的范围啊很有限，啊，地球上一般地区可以收得到，别的星球啊就收不到。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宝树里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都见得到。啊，若有人要想看看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啊，就是现在讲经的场地，他们也能从数理行间呢，哎，看得清清楚楚，啊，极乐世界看我们这里清清楚楚啊，都现在数的画面上，啊，过去、现在、未来都能展现出来啊。这不是啊，此间啊，就是我们这个世间呢，电视机啊能做得到的。哦，所以因此呢，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哎，你挂念你的家亲眷属啊，他们现在生活状况怎么样啊？哦，那你时时刻刻啊都看得到。啊，即使他在六道轮转，他不认识你，你也认识他。他到哪一道啊？啊，眼前状况怎样？什么时候机缘成熟啊？啊，就是你给他说法，他听得入耳，他能相信哦，你能观到这个机缘。哦，你就可以随时化身了，为他说法，去度他。哦，所以真正想帮助家亲眷属啊，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有这个能力。啊，一般人只是有这个愿呢，但是空愿做不到。啊，要想真正做到啊。决定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种能力就具备了。啊，其实我们越了解这些义正庄严呢，然后跟我们现在的状况啊一比较啊，真的巴不得现在就去了。啊，你看我们现在帮助别人，能力有限呢，甚至于都感觉有点泥菩萨过江啊，自身难保。啊，但是以往生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我们就有这么高的能力了。哦，而且往生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菩提心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要发出来啊。啊，黄念老说的，我们还有多少过去生的父母、家亲眷属，现在在三恶道受苦？哇，你看我们在这个宝树间全部看清楚，啊，知道怎么去帮他们了。啊，不但我们今生父母眷属，我们还有过去世，还有过去世的过去。无量劫来生生世世父母、家亲眷属，
哦，这个无量无边的哦，我们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就都明了。他们在哪个世界，在哪一道，全部都看到。西方极乐世界要不要去？啊，应不应该去？值不值得去？啊，如果不去，在这个世界修行啊，即使修成了地上菩萨，也未必有这样圆满殊胜的能力。哦，这个是事实啊。假如他有圆满的这些能力了，那不用从华藏世界，还要到极乐世界去了。普贤菩萨说：“我既往生彼国矣，现前成就此大愿。”啊，所以普贤菩萨求生极乐世界了，他十大愿才圆满了。哦，所以到极乐世界这些殊胜的能力啊，我们才能真正圆满的来度众生啊。好，愿文里说了，欲见诸佛净果庄严，诸佛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在宝树间呢都能见到。愿文讲的简单。世尊在经文里介绍的详细，树现佛刹，我们这《无量寿经》后面的经文，都有针对，这些依正庄严呢，在细说，现在是愿文的部分，好，树现佛刹呢？就像《观无量寿经》，佛一共给我们讲16观，第四观呢是宝树观，所以《观经》我们过去也讲过，第四观的经文呢有一段叙述，说得很清楚，说到呢，此诸宝树啊，生诸妙花。永生诸果所以由此可知呢，极乐世界的宝树啊，不但枝叶茂盛，有花有果，因为它是众宝所成所以它有大光明，光明中化现出全方宝盖。全方宝盖树木很多，也是没有法子能算得清楚的。宝盖中就现出3000大千世界，这个是《观经》里面讲到的一切佛事，十方国土，亦于中现。这里有两个意思，先讲现3000大千世界一切佛事，能现出来佛事是诸佛菩萨教化众生的状况，都从宝盖光明中显现出来。后面两句呢，又是一个意思。是十方佛国啊，异于中现。那这个范围啊，就广了。这个十方诸佛的刹土啊，每一尊佛的刹土都有十法界。极乐世界特别啊，它没有十法界，它只有一真法界。是纯菩萨的法界。其他诸佛刹土跟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大致相同。有十法界，有六道，有三途。
啊，在宝树船方罗网光明中啊，都可以见到。啊，不但能见到啊，我们记住前面的愿文。啊，见到呢是属于天眼。啊，你也能听到诸佛讲经说法，哎，听得清清楚楚啊，像我们现在看电视一样，啊，不但能看到，啊，也听到声音，啊，不但能听到佛菩萨为众生说法的法音，啊，一切众生苦乐的音声呢，你也能听到，啊，像。人天的欢乐，三途的痛苦啊，都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啊，所以由此可见，极乐世界确实含摄一切佛刹。相即相入，相入啊，不可思议啊！啊，你在一个国度里面。可以看到一切佛国度的情况，啊，这是西方世界啊无比的庄严，啊，你到了极乐世界，其实就是入了一切佛国度了，啊，所以才说啊，生西方净土啊，就是生一切诸佛刹土，啊，见阿弥陀佛啊，就是见十方一切诸佛。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又得到一次证实。哦，何况西方世界的大众啊，他们的神通道力能随意遍至诸佛国土。啊，这里是讲在宝树间见到的。哦，所以真正诸佛刹土是想到就到。啊，你看。宝树能看一切诸佛国度，啊，神通力也能于一念顷啊，遍游十方佛国。啊，所以这都是啊，往生的殊胜果报。啊，我们多念这些愿文，我们就感觉啊，不能再轮回当中了啊。自己轮回中根本做不了主啊，要求生极乐啊，才能真正更好的快速成就自己啊，啊，快速利益众生。好啊，那今天啊跟大家啊交流到这里啊，那我们念一下回向文啊，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好，阿弥陀佛，谢谢大家。